你可以像一只招财猫坐在上面。聊天是什么啊？招财猫？不要啦，不适合啦。是啊，看到哈基会约就喵一声。好哦，好怪。那我是不是还要开猫罐头给他？不需要，谢谢。吃饭喽，阿里亚豆哟。有变，那我好期待哈基用叫汤米的方式叫团团。哦，不要，好恐怖！团团来，来团团来，摸摸头，来团团来。不，你要拉长音，你要拉长音。团团，你怎么在撒娇了？哎呦，你怎么做的那么丑啊？羞啊！你怎么做的那么丑？你会觉得恶心，只是不习惯，习惯了就会觉得很幸福。没事的，我们下礼拜带你结扎，没事没事。团团，你屁股怎么翘那么高啊？哎，我在翘屁股了啦。哎、欸，不行，这样会让我想到最近那个会师圈不是都有画、哦？你说那个奇怪姿势、啊哦那個哦？那个动作真的是人体做不出来哦。可以啦，其实可以啦。太扯了，你可以试试看。没感觉，没撑好就会闪到什么的、欸，对吧、啊？我怕我以为下半直接离场呢，直接下半离场，好痛哦，好痛！哎、欸，手没抱，就直接下半切出去了，好吗？就看到人家那个趴着，然后有那个男朋友经过，就把他整个屁股的那个裤子都拉起来带走。好恐怖！我以为是拉下去干什么的。哎呀，吓死我了！带走而已，带走而已。他不是我见过上班粉，你还别围了。上课呢？上课呢？今天呢？我们没有什么大活动啦，但是就是上礼拜讲的，我们要来盖我们的社办，每个人要盖一间。嗯、那后面的话呢，已经有好几个区块了，大家可以自己挑、自己选，先抢先赢啦啊！哦，那就自由活动，哇，一起睡吗？我们要一起睡觉吗？你要一起睡啊！哇，所以你们开头就是说一起睡吗？我就有点不听啊，不听就是我的温柔。我是说我们大家一起，大家哇，大家睡觉吧，是不是有点？汤啊，哥哥，和乐融融。谁那边的精英怪啊？我起来了。好，一二三，还没啦，还没，起来，嘎隆隆，要大家一起睡，我就把那个改回来就好了嘛。不是啊，因为一个晚上只能睡几个人，没有啦，因为我是想说，就是第一天可以全部这样，夜妹可以晚一点来。哦、前面几天是安全的，对啊，后面随便你啦，啊，对吧、啊？后面青菜啦，你想要安哪就安哪啦，嘿。校长是先抢，校长是先抢。乐透还没啊？我正好乐透。我在等他不更新，挖 Q 剩下哎、欸，你 Q 村呢、欸？ Q 村呢、欸？ Q 村，等下 Q 村，你在讲什么？ Q 村，哎、欸，你们节目看我好不好？发音准确、哦，危险，哎呦，点村，哎呦，我刚刚疑惑了一下，哎呦，这现在是可以买、欸，可以了吧？可以，买了。上次是谁中啊？发，哇塞，就来这一趟，直接他比你更厉害、欸，中奖率100%，哇，哎、欸，不怀疑他中奖率100%，哎，觉得都很强，要买这个，夸张，香、欸，对啊，我们都没中过的，你怎么想？对呀、啊，对啊，哎、欸，小雨你怎么买了？哎、欸，啊，你不是说你捡剩下的？虽然我只是买旁边的24而已，那还从来没中过的是我跟团团而已啊，还有杰克啊，高校的话，阿旺也还没有中过，对啊，阿旺也其实蛮多人的，意外的，不孤单，只有两个人，意外的，你是不是想表示什么？啊，怎么其他中的都有两次以上啊？是怎样？我觉得很扯哎，太夸张了吧？
啊，要盖建筑哦。这样你要痛？要不要先讲一下大家的？对啊，我很困扰。社团名称啊，会不会撞到之类的、啊？撞到就一起。撞到就你现在一模一样的东西。就并色啊，变两栋啊。对啊，变两栋分开来没关系，这样蛮有趣的。很宽的一栋。是啊，这个要两个社团一样，然后抢人是不是？我这里是合作社，你那也是合作社。哎、欸，我真的是有两间合作社、欸，哎、啊，抢客人、啊，一个全，一个你家，嗯、这个泥土盖的这个东西是谁的、啊？鹅芒鹅斯，那个？为什么？我刚刚看到，我想到雨月，你干嘛盖鹅芒鹅斯？你上？我在想，鹅芒鹅斯进来一定要死一个人哦。哦，月哦，原来是月哦。那个脚是不是扭到？嗯，最近是扭到脚，对，也对了。扭到脚、啊，不是、啊、月的一边嘛，就是有稍微斜一点啊。那我觉得你要改名改个日哎、欸，日，云日哦。嘿嘿，那也翘起呀啦，那也摩起呀啦，哦，那也摩起呀嘞。哦，请问一下，回家社算一个社团吗？算啊，回家算啊。你觉得他是社团，他就是，好不好？那他盖一栋一模一样的在这边呢、欸？啊，我要去哪边呐、啊？我找不到去哪、欸。刚刚不是说要讨论一下，是有怕有人撞色吗？没有啊，故意撞色就撞色啊。要抢的 啊，撞的就是社团 A 跟社团 B 两个。对啊，你们两个自己进去啊，自己加油。哪一个社团？对啊，让人想加入。然后先讲一下、啊、那个，就是这个石头这一层也是还能盖的啦，但是不要盖到石头外，包含上空。啊！就比方说，你是地基在丢在圈内，然后反正你上面盖到屋顶到外面去。哦，我懂你意思了啦，就是你不要故意建超出那个范围就对了啦，不要岔出去啦。对，一两个可以吗？还是就是就不行了啦？因为你岔出去就影响到其他人了啊。就要维持我们的笑容。笑容，你是说笑容吗？你是嘻哈那种还是学校的那种？维持我的笑容，还是你要 support idol 的？我们要105度啦，好不好 ？support idol 苏东坡的嘛，有笑容，苏东坡笑容。主要上半区在哪？不是我迷路了。乐巴你不在哪？哦啊，没有，他上次没来，他不知道啦。对啊，对，后面在那个活动有一个新的活动区跟社办区，对，熊猫馆后面。熊猫馆，我看看，这里是中心。啊，那个墙怎么？墙怎样？墙怎么了？怎么了？墙就长在那边。墙怎么没了？我直接飞出来。墙怎么在这？它撞到我的脸。墙怎么在这？飞起来。烂墙啊！哦，谁盖的啊？这是什么烂墙？哎，其实是那个坟墓区的那边墙拆了。哇！多久了？很久了哎、欸，那不是很久的事情了吗？很久了耶！你哪个年代的？时空女人，时空女人，时空女人，真的是时空女人哎！请问您完全没发现？那请问一下我们现在校长是谁啊？你还知道吗？哦，校长是谁？哈记三四啊啊、哦哦，三四了，哈记三四了，哇！前几次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事？啊、前两次挂。天哪！哦，那鹅猫儿子色是真的有。喂，欧北沟哎，欧北沟哎，前两次被 Tommy 蒙扎了。哦、，Tommy 的确啦，这最近半夜都会跑来踩我肚子。没有，那有哦，我都觉得他在谋杀我。我以为他在登顶呢，而且他一直走过来，然后都不叫，然后在你耳朵旁边的时候突然喵，好笑，气死你知道吗？防御太好吗？真是气死，很像他的风格，很像你Tommy会说，你让我想到听人家说过他家的，哎，你要这块吗？哦，那好，这块给我。我听到那个什么，我朋友他家的猫踩奶都很喜欢朝他下面最脆弱的地方踩，嗯，然后还会伸爪子，他说他都会痛到直接跳起来啊，哦、这好痛啊，好痛！那这是抖 S 属性的猫，
还是其实你朋友很享受，不会吧？不会，他其实很开心。我跟他讲，他就说他超痛苦的，然后每次就算把他拉走了，他还会再跑回来踩。他只是用比较暴力的方式而已。是不是已经被结扎了，然后再报仇？啊！你怎么会有那种东西？为什么你有？你说说看，这是什么？我都没有了，你怎么会有？这是什么？这是什么？东西怎么看起来怪怪的呀？然后就，好恐怖哦！这里不是应该是空的吗？好，我看看你那是什么东西。好夸张！哎呀，这要怎么盖呢？那个不急啦，嗯，大概今天之内盖好就好了。啊，蛮急的啦，不急的呢，很急耶，听起来好像有个一个小时四十九分钟啦，蛮急的啦、啊。我觉得我光收材料就收很久，蛮急娃娃的急的、欸。这个就是我的好处了，我现在现成一大堆，爽。斜杠是不是？斜杠团团，斜杠太爽啦！对，我有材料，对耶，我也有一大。对，嗯，生产效率太快了。哎，谁有幸运稿借一下？团团啊，团团吧，我家的箱子里啊，你要自己去拿，你要当自己家吗？那是我的仓库啦，当自己的仓库啦，当自己的哦，找建材喽，找建材喽，谢谢。我全部都带出来了，哎、欸，忘记了呢。你可能要带出来一下哦，可能带出来喽。可是我要盖跟团团一样，为什么？哎、欸，那哎、欸，如果你能够我先盖完，然后你跟着盖完，然后一模一样，你也是蛮强的。很强哎、欸！哇，你盖了一面镜子哎、欸。我在他隔壁呀、啊。盖一个方块就看看一个方块盖上去。他放他盖什么？你盖什么？好像不行，对不对？我跟你盖对称怎么样？你觉得如何？盖对称哦，我觉得可以啊，你可以。不是因为你是左，就是这边进去哦，那我就用另外一边进去对。找不同，找不同。感觉听起来很棒哦。嗯，在哪里啊？应该啊，不是在箱子里吗？你家箱子超多，你知道吗？那是哪个箱子？左边，然后铁针旁边那个里面没有吧？还是我漏啊？有、我记得应该啊，阿伟，繁星，我真的很好 Q， 不用买的啦，不用买。那我要，还是我用，还是我用这个，你拿啊？反正现在，哇塞，不会量产了。对啊，你好猛哦，很富哦，斑马线哎、欸。好像抄袭了，他忘了房子是斑马线，自己省点用哦。有没有想过我们这些梗啊什么的，之后过了三四十年之后，嗯，还会有年轻人知道这东西吗？不会，不用三四十年吧，很多十年前的梗，你现在已经很多人不知道了。对啊，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了。对啊，听起来想想就有淡淡的哀伤。嗯，你看，曾几何时，叉 D 是一个大家都通用的语言。啊、看现在呢？哦，好老哦，怎么有人老过气？你好土！真的假的？不能下饭。什么？我现在连叉 D 不能打超过三个啊，不然被对啊。然后现在连 WW 也已经围过气了，你们围过气？要打什么？围过气？要打什么？我其实也不知道，但是我只知道连 WW 都围过气了，是真的。嗯，想现在是用 emoji 吧，就直接贴笑脸。哎、欸，可是很多人讨厌 emoji 的脸、哦。对啊，很多人讨厌那个笑容、啊。干嘛？哦，什么？那个有什么讨厌？就觉得不知道，就很多人讨厌。他们觉得是有一些表情真的是比较嘲讽吧。有些看起来真的是蛮讨厌的，没错啦。可是蛮讨厌。是，可是我是指好的方向的那种，就是你要能做到一个让人家感受到嘲讽，那代表很成功啊。嗯。对啊。这个是我最近有听到一个、欸，哎，就是他在笑，他是这样，呃呵呃呵，是在呃呵什么？呃呵，我主要在敷衍我、欸，哎、okay 哦，但他就是在笑，看很多人最近打字都会这样，是哦，呃呵呃呵，
好啊，我过来了，呵呵。好像只是很欠扁。我觉得看字可能还好，可是你模仿的方式有点恼人。对啊，有点恼人。模仿的方式有点恼人。这样啊，我这个真的不知道哎，我真的不知道哎，我也没看过。这有阵子了呢。真的假的？就退群那边的东西啊。哦。这问发发一定就懂啊。就发发也不知道。啊、那是什么东西啊？什么东西？是什么？是什么？应该是笑的意思吧？嘲讽哦。那太长，太蛮常讲的啊。嗯。就找到怪异嘞，变身国王哦。变身国王，布斯德，布斯德。啊，反弹，这我这 OK 吗？啊！你说他学的像不像？对啊，你 OK 啊？为什么不行 ？OK 啊，好，那我就继续了。可是你要有心理准备，我十只人盖一盖会拆掉虫。那我先拆掉好了。你看我现在就是在拆啦。没事，那我先去收集个材料好了，你乱拆啊！我等一下再回来看变什么样子。好好好。这是看来第一个上的社团要出现了。对。我就放在他隔壁啊，像一下应该无妨吧。他是复制色有没有？嗯，复制色、啊，他是那个啦，影印机还是什么？像我是新闻社啊，新闻社抄一下应该是。哈哈哈哈哈哈。三D 猎鹰，福利色色。三 D 猎鹰。这感觉就会转。哎，阿姆有人说 ，emoji 有一个表情符号最讨厌就是笑脸倒过来。笑到病鬼哦！哦哦哦，那个是代表笑到病鬼的意思。我一直不知道那个笑脸翻过来到底在干嘛。我很是笑到跌倒，是不是？因为我想说你干嘛脸突然倒过来？那不是在嘲讽吗？没有，他应该是笑到那个肚子抽筋，他不要先躺一下，躺一下。对、嗯、啊，那就要用以前的，就是那个雅虎的，就是你的那个脚躺在地上啊。好久，走跟脚的那个吗？没人知道了。哎、欸，好怀念啊！难过，好帅。对、啊，这个很好用哎、欸，我都会狂贴那个哎、欸。我以前是贴那个什么，老师在听，你们老师在讲，你们在听，你没在听嘛？哦，对对对，那个也是，要不然就是很吵，哦、人家名就在那，还是叮咚，有人在吗？叮咚啊，叮咚，他还会震那个，还会震那个画面，你知道吗？好久了，284没有人共鸣了，他们完了，都提出疑问，已经有跑出老字出来了，他们不知道，那些东西又比你们还老哦，他们刚刚讲那个啦，脸倒过来那个的意思不是笑到病鬼，是生气的微笑哎、欸。啊，生气的微笑，生气的微笑，他生气，他是蝙蝠吗？掉在空中，生气的微笑。等一下，我看一下，我看一下，那什么东西啊？就是他们说会当作生闷气耶，就是笑的颠倒。到底是谁发明的东西啊？可是还是就是那个语境，就是啊，我也是笑笑的啊，这样。哦，你是说人家就是口头禅，我也是笑笑了。对啊，我也是笑笑了。奇怪哦，还是他是只笑的反面？哦，所以是不笑的。哦，笑的隐喻。你在哪里呀、啊？你吗？天哪！哇，聊个天还要这样子反过来想，真是好累哦，好烦。不能直接天怒吗？你这样这么拐弯抹角的吗，各位？对啊，一定不能就打个等于等于吗？奇怪。等于等于要分开吗？要分开啊！啊，我还是喜欢这歌。这是哭哭，你那个是没睡饱吧？很没有，就很难过那个脸啊。哦，我也是没睡饱。他这个啦，包括用 DC 给我变这样子。哦。那不是皮炎吗？皮炎，那个脸不就是皮炎啊？皮炎。就之前日本不是有一个游戏，就是那个有啊有啊，恐怖游戏那个不是吗？对啊，他有出二代哦。哎呦，还有二代哦，还有二代哦，还有二代哦，哦，可以玩喽。火星，他那个脸是无辜的意思吗？就装无辜啊。哦，是哭哭哦，这样。嗯，谁才是最可怜的小无辜啊？谁呢？是谁呢？烦呢，好变态耶！我觉得不行，
揍你哦，我不是被打。我打到变无辜好了，好烦。这个图是这样的意思，我可能会想揍下去。哎呀，我只是揣摩，你不要打我好不好？我是想揍人，不知道是不好意思啊，狗哎、欸，开水了，就想揍。对啊，只想逗你而已。凶，动不动就要揍我，想揍人。我就跟你们讲哦，假牌啊，跟你说了哈，狗棒棒，不行啊，我的，我发现我材料以为有储备够，其实事实上一点都不够。不会吧？哇，你在找材料了？那我是不是找材料、欸？哎，我是不是先拆？你要去找材料了？你可以先拆掉了。你可以等团团找到材料的点之后说：“团团，我要过去啦。我觉得很棒哎、欸！我发现团团在地下，我知道他要什么材料了。哇，你看他在拆什么，就跟你拆什么，把他周边全部拆光。哇，这么刚好。没事啊。哎、欸，聊到这个啊。突然想到一件事情，那你们每一个人在场，有人现在的台规是净双等于我啊，我啊，我没有，我没有，我也是。这个其实讨厌双等于，其实我讨厌的没有吧？哦，我是还好，啊、是我的管理员不喜欢，居然吗？哦，对，他说要是有双等于，他就不管台了这样子，哇，好气哦，他就是这么任性这样子，对，他就其实很。哦，那他是真的很讨厌双等于，所以像麻将不是四所吗？我们例子不是斜过来，我说哎、欸，你看双等于，他就气死。好烦、啊，气了，不玩了，我会笑死，他很好笑。其实比例算高哎、欸，就是净双等于的，对啊，就是我们这边在场来说，快一百。我倒是有看过那种好双等于的，要不要分开的？就是说你可以打等于，但是得分开，不分开的话就背你。你说中间加一些符号，不要，我全部都不想看到，就是不想看到两个等于。对，到时候就会出现很多亲戚题。对啊，什么等于？不是、啊，因为你只要容许一个之后，就会开始啊，什么这个可以吗？啊，什么这个可以，那个不行，这个他都可以打，我都不能打，为什么？你要不要说清楚是为什么？不行，全部都不要，全部都不要。哦，对呀、啊，对呀、啊。啊！你规定出来之后，你就踩了，就喜欢去找钻漏洞、找 bug 这样子，抓漏啊，各种抓，抓漏，抓漏，抓漏。你是说啊，他所以他们每个都是那个什么阿财吗？对啊，抓大师啊，对不对？很会抓。老实说，我以前很喜欢打双等，我也是啊，我以前喜欢打这个，我以前也是差不多，我蛮喜欢打这个哎、欸，对，等于也是，等于也是。现在想想，这个年纪打这个又好像不太对，对不对？就有点在装可爱啊、哦。我比较常打这个啦。打这个蛮常。哎、欸，我是这个哎、欸。哦，有繁星，对，繁星是那个，我是蛮常打这个。嗯。然后我以前其实也蛮常打这个，但是有人好像很雷这个嘛，这边我记得。我超雷这个。你还好、欸。点点点。我会想打你。好笑。哦，我觉得那个要看用法哎、欸。其实有时候就是这个东西，像我有时候打这个东西的话，觉得说就是眯眯眼在偷笑看着你那种感觉而已。我觉得这个还可以。那为什么不要这个、啊？眯眯眼偷笑为什么不吗？为什么不要这个、啊？这好像色狼了吧？太那个了，有种色狼了，眯眯眼啊！你看起来很像要被警察局抓走的人。那不要再给他一道墙，就变这样了。算了偷窥出去可以打哎、欸，什么东西可以打哎、欸？哇，好可怕哦！现在可以打哎、欸，好猛哦！哎、欸，可以耶！我都言文字，言文字好像可以了，可以的。我跟你说，等一下，你在被讲打到这个表情，我突然想到一个东西，然后我今天看到有点七，怎么了？啊，那我来找一下哦。就是啊，我今天那个私讯啊，就是因为我就想说啊 ，IG 久违发个文好了，然后呢，我就随便po一张我可能有自己的脸，然后呢，结果呢，有人给我私讯说。啊，团团，你怎么感觉变这么操劳啊？然后呢，再附上类似繁星那样的表情，
好讨厌哦，讲话啊！我就是想说，第一个我想说你会不会讲话，第二个，第二个我想说啊屁嘞，谁不会老？就好好说话。对啊，哇，配上那个表情超嘲讽哎，原本好好说话哦。欸、那真的是不会讲话就闭嘴耶，真的闭嘴闭嘴。不会讲好不好？真是，大家突然阅读空气。原本还没事，附上那个表情直接嘲讽 Make。跟昨天那个聊鬼故事一样，我在看到那个里面想说，想你遇到什么可怕的恐怖故事，看见我看到真的很生气，我看那个就很像是小雨那边观众流的，你知道，我觉得，因为他打你，他打你自残的你。对，昨天在跟我说这个故事，他是超生气，我说还好吧，他搞不好是看到镜子啊。没有，不行，我在羞辱到我朋友，我就觉得很不爽。你超好笑啊！但是回复好好讲话，那边看见你，那是欠好了。我终于知道我要玩什么社团了，补拍社。你要玩什么？你想到了？补拍社。刚刚盖木头房子，盖一盖，然后自己斧头敲一下，全掉了。哇！欸、很爽哎、欸，那个真的是骨牌、欸，要不要玩？哭了！把全部人的房子连起来吗？铁斧啊！铁斧。你看那个旁边有个建筑，有没有都木头房？有没有看到？圆岛。你看那个熊猫馆，那个也是木头房。没关系啦，你砍下去没关系。没关系啊，你砍看看啊，没关系、啊。真的、啊，是啊，真的啦。哎，这句话出来了，完了。没关系啦。没关系啊。你砍一下嘛。为什么这句话会变成威胁语气？真的、啊、没关系啦，没关系啊，好笑，没关系啊，没事啊，没关系啊，你试试看，你试试看会发生什么事情。你弄啊，没关系啊，没差、啊，你用啊，没差、啊。这好恐怖，杀气好重哦，真的，大家杀气都好重。是因为前面他都玩 Apex 的关系吗？啊，看来大家杀气很重，杀气很重，杀气重的一说。啊！怎样？阿汪如何啊？我要改个信箱。哎、欸，信箱也对耶，那我等一下也加个信箱好了。哦、你们彼此彼此共同抄来抄去，抄来抄去。哎呦，抄我。你是在射山？这么凶？然后你就静音了。没事。射山。想说我在盖那个铁匠的东西，然后差点被射进岩浆里。我想说你在跟阿旺讲话，你在圣山。隔壁人居然很好哎、欸，帮我杀怪。啊 goodbye。隔壁是幼儿园吗？这什么？幼儿园。哇，你这个，你把我的羊毛这样子使用哦。现在没有羊了，你知道吗？这个是绘图色啊！绘图的话，那就要让它五彩缤纷，看起来才有感觉嘛，对不对？你家现在超很有感觉，你家就是你家现在正面，对不对？老板很有感觉。你正面看起来超像投影所，你知道吗？他真的超像的、欸。我希望等等繁星揍我的时候，我也还有感觉。我跟你讲、啊，你这样我还是要收钱了哦。哎、欸，你不觉得很有那种画画的那种绘图那种好像颜色乱涂的感觉吗？没有哎、欸，没有，可是你颜色乱涂的感觉就是颜色乱涂吧？对啊。啊，你这样子哦，我会很想给差评。他会让我想到什么？什么那个夜市里面有的是什么气垫欢乐屋那种？对啊，地下、啊，对，有点像。你再要你要不要再放一些什么溜滑梯啊？一些奇奇怪怪的，那种充气的溜滑梯、啊。里面有球池什么的那种东西啊？充气。对要惩罚酱油带羊回来啦，他们有人讲。对啊，我是有赢两只羊，可是那时候就说伺服器太多，我就开始没有养啊，然后先存着嘛。导游要把他们。我哪有？哦，换导游，
换导游家吗？我有一些是我去杀了一大堆羊拿来用的。那也只是白色羊毛啊，不可能那么多吧？没有，他说没有，他说他有染色，不可能，他才不会带染料在身上，不可能，不可能，你想一下，你想一下，想清楚哦，nothing。浪行，我等下把你的门口当骨牌玩啊！哦，我们家全部被砍下去，全没了，好可怕哦！啊，又没加材料了，啾啾！哎，哎，题外话，你们有人用过那个吗？什么美颜胶带吗？那是啥？伤口用的，伤口用的。没有，要不然你买人工皮咧？人工皮吗？他们是说，应该是差不多的东西吧。因为他们说什么美颜胶带是会让那个啊伤口有那种裂开的伤口会比较好看，就不类似人工皮，人工皮也是贴上去之后你不用把它拿下来换，它只是就真的每年新的再换这样。哦，一模一样的讲法。对啊，一模一样的讲法。对啊，他们是说就不用换了啊。嗯。没有用过吧，我也没用过。对啊，我之前去打脸的那个雷射，就是第一天回家之后完全不能洗脸，不能碰水。嗯、是啊、哦。对啊，说细缝比较小。那不是很痛苦吗？不能。对啊，然后脸又因为脸受伤，所以油油的，就觉得很烦。要到第二天才能洗，这样。跟你想洗头的时候不能洗一样。我没有，我洗头还是得洗，就是变成是我要仰着，然后背对那个冲脸碰头的地方。嗯，哦，就像去理发院那样，不能碰到水。对对对，然后你就是很麻烦，太累了吧？好累。如果是人工皮，可能那种就是什么，就是药局之类的，可以问问看吧。对。所以凡心，你那个是打一次就好了吗？没有啊，我还要回去好像拆线吧。我觉得伤口应该是很啊，你们要不要看？怕血腥的话可以避开。你可以那个 DC 的图片设那个什么敏感什么鬼啊、哦？对对对对，隐私内容之类的。对，就是要点自己再说。只是看起来就觉得好痛。它就是好，你们指甲如果有点长的话，它是小指甲那么大一块，藏在我的脸里面。哦，我都觉得哈是手指头吧。你要想，这个是为了你以后可以票，因为它存在太久了，不然为什么每次去工作室还是戴着口罩，死都不拿下来？哦，对啊。有人说人工皮想买不一定买得到、欸，其实买得到、欸，哎，应该可以吧？蛮多的呢，现在那种药局什么的很多。对啊，只是如果你要买比较大块的，比较难买吧。可是小块的还好，因为其实很多痘痘贴干嘛也都是人工皮啊。哦，是啊、哦，对啊，小块贴一贴会不会都要变穿山甲？这皮，有小块是不是？菠萝面包之类的。哦，我都在想，这痘痘贴到有没有用、欸？哎、啊，它不是要等它自己脱落吗？是吗？我跟你讲，我贴上去不用五分钟，它就自己掉下来。这么快？太油了，我的脸很油啊，而且它马上从乳白色，透明变成乳白色哦。嗯。我的那是因为有伤口吧？我的那我没有哎、欸，它吸得很干净。那凡心，你有擦保湿吗？平常有啊，就真的那些保养品都有点超没用的。哇，那就不划得。那你就要找油皮专用的。哎、欸，也试过了。油皮专用，就是皮肤有干燥皮肤跟油皮啊。没有啦，他讲另外一个。你是不是想到乳猪皮什么？没有，我想到贴个豆皮上去。我豆皮怎样？你是饿了吧？刚刚没吃饱是不是？饿了。美容胶。不不。那去疤药膏呢？去疤用途不一样，不一样哎、欸。嗯，因为那个是已经结疤了、啊，我现在就是在成型疤之前要用。对啊，他们说如果人工皮的话是有伤口的时候啊，那个美容胶带是就是它已经都结痂了之后。哦，对啊，差不多，可能缺土嘛。好，这边缺土啊，放进去。
很土，不是卖。我看到了，我被砍了，我被砍了，砍到了。我看我箱子放了。大家的土应该都很多吧？对啊，应该都蛮多的吧？量应该很少吧？随便乱扔。什么叫以为我问完之后会不会有接工商？我没那么厉害啊！太会接了，我没那么厉害。对吧？是这个啦。哇！有四个木材吗？想借？哦，不用了。四个？不用了。你是想做工作台吗？没有，我要做那个锻造台。嗯，我家有个锻造台啊，还是你要装饰用？装饰的一种。哦。它不会拿来用、啊。我看到有人的家里的东西是浮空的、欸，人工皮会让汁液渗透出来，所以还是用美容。顺便听啊，以后搞不好用得到。怎样？就人工皮可能会让组织液渗透出来。哦，对啊，组织液渗透出来，听起来是组织液，组织液，组织液到底是怎么？所有医生跑出来了，组织液渗透出来。什么？嗨，不用挂号了，不用挂号了，到服服我。天，我看组织医生就来了。阿可不啊，阿古，阿福福呢？来，这个贴在脸上哈，那隔天就会，那个隔天那个八点的时候，我会来哈，来帮你撕掉。哎呦，装进来，好烦哦！你问他从哪里来？从那里，从你的组织一来啊。哎呀，对。共玩出来没事，我要先去打副本。嗯，哦对哦，忘记了。先打，等一下就不用再想说啊要排队什么。嗯，我压底线再打。先爬。嗯。为什么这里积雪？哪里积雪？副本入口。哈？哦，那么高、哦？那边怎么会积雪啊？副本入口它不是一个投掷器，它积雪。哦、欸啊，好神奇哦！欸、还是因为那边太冷，那边不是那个灵魂沙的那个，这有关哦。是我们这一块应该不会下雪，真的。而且好像以前都300度以上，不三坐标300以上才会下雪。300度的你，对吧？300度的你。他听起来很烫哦，我也觉得，应该都是气了吧？呀，真气！哎，随便，幸灾爬。哦，而且我在做的过程中，我本来很害怕，对，但是过程完全就讲不奇怪，他在扯我的脸。就是感觉到的东西是不是扯来扯去，扯来扯去这样而已？为什么我会想到 you open the box？ 不要用 you open the box 了啦，好烦！因为他就是把脸整个用钩子扯开了啊，好痛啊！那我又要再那个了吗？然后冲啊冲啊，没有不够好不够好，来冲啊冲啊冲啊！再一次！哎，拍了好几次哎、欸，我们拍了6次，距离太远了，这两个拍不进去，再来一次。过来，来，哎，对，有没有想找你拍东西？呀，有没有想找你拍东西？忘记了嘞，哦。哇哦！但是小短片那种的还是？对，就是最近我在那个抖音回来玩，他们那边有一些蛮好玩的。哎、欸，那我可以传一些东西给你看、欸，哎，好，看了超多的。我再去玩团团啊，再去玩团团。那个欧尼讲也是从上面看到的，都跟他讲了，不是就是要拍啊？就是要拍，他没看啊，才会有效果。对啊，他下一次就是你们收藏骗到我，我也有东西。他说我最近也在看，那我们来互玩。哎呦，我就比较怪，我最爱看。听起来很怪，听起来色色的。哈，我喜欢我。为什么会色色的？没事。
酱油都变了，然后说瑟瑟发抖啦，瑟瑟发抖。我说瑟瑟发抖，对对 对, 對, 對，没有错，不要误会。转很快哦。哎呀，我都学得会旋转的呢。对呀、啊。话题话题没有学会，但旋转可以了，没事。我打完了，看谁要去打。好的。阿旺，你放弃镜像了、哦？他不见了、哦，他不见了。啊，对啊，对啊，怎么了？想说怎么好像越来越不一样，你直接变大树了。怎么了？忘记了。你是大树了。我觉得要当女建筑好像也是很难的、欸。很难啊。不好说。就那边盖盖，这边盖盖就出来了。好简单啊。这边盖盖，你是欢乐欢乐什么画图那个没有？包。啊，这边画一下，这边画一下，哎、欸，好了，画好了，画好了，这样就有啦。就是我画图的，就是第一步、第二步。第一步草稿，第一步草角兽。哦，把脚擦掉就是马喽！哇，好棒哦！你先画出一个人头，把它细节擦掉就是一个圆喽。海绵宝宝，海绵宝宝，海绵宝宝，孩子哎。嗯，我们装饰里面啊啊啊啊啊！嗯，我看有人放烟火，按有人飞走了，来庆祝放烟火，已经有人在剪彩了，是不是？放烟火了，快了，进度很快哦，进度很快哦，进度超快的，我也想要这么快啊，我事都不用干，好吗？什么东西，小雨？啊？小雨怪怪的，怪怪的。不是，我怕你东西没弄好，然后就没有检查完，然后就好了啊，这样好吧？仔细一点啊，多检查一下。所以刚刚小雨讲了，我也没听到，我也没听，没有，我就说这样好吗？这样好吗？哦，就说这样而已啊，怎么了？哦，没有说，可能是有人太敏感了，有人听错话了，是谁听错啊？对呀，我也是不知道啦，这么敏感啊，敏感，要找主治医师出来，要找主治医师，要修，这样好看吗？还是不好看？嗯，完了，这不会内装了，完了，完了。我也没打算内装、啊。先把外观弄起来，内装随便啊。随便的。内装是什么？好难哦。内装是什么？东东，我不会。不是哎、欸，不是哎、欸，好像怪怪的、欸。对、欸，不是这样子哎、欸。我的房子的侧面，它只有一格，一格。你是那种违建是不是？钉子户不是哎、欸，不是哎、欸，累不累？一句话让我想到那个爸爸，好哎、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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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啊，我最近就快要被他的不是哎、欸，不是哎、欸、洗脑啊！我那边也跟着不是、欸。再想一下，再想一下哎、欸。哎、欸，你超有的，我超有的，到底是那个冰冰就是训啦、啊，那个啊，好哎、欸，好哎、欸，好哎、欸，我忘记那个也是从退群那边来的，哪一个？好哎、欸，好哎、欸、啊，我再想一下，再想一下，都是啊，是哦，嗯。因为也是刚好同一时期，就蔡渣那边的一些观众也都是这样，也一起好哎、欸、好哎、欸、嘛，对不对？好哎、欸、好哎、欸、好哎、欸、好哎、欸，再想一下，再想一下，再想一下，这样子。啊，的，说的是文化交流，文化交流，文化交流，对啊，这样才不会被说过期啊！你都没听过，哦，你好废哦，你怎么什么都没听过？对啊，你是古代人吗？哇，好像很像哦。你好像很像哦，山木。
欸，那有三幕。三幕我这里有。好耶，好耶，好耶。好耶，好耶，好耶。有一个刚刚跟我说3000万，我就想说算了。哎呀，你不是吗？因为你说3000万，我说好吧，那我放回去。好吧，那换个材料好了。你可以真的拿去，我箱子还有。是耶，是耶，不是耶。我这个社团办公室，我想要盖的比较就是有点像校长似的。你怎么盖像你家？玻璃看过去就有一个幼儿园在后面呢、啊。欸、那你那边房价不错啊，就是会、欸、旁边就可以破了、欸，什么幼儿园？学区房，哎、欸，这是艺术，好不好？艺术就是爆炸，它看着比较庄严，比较正式一点，后面就有一个五彩缤纷的东西在站在那里，这是艺术，好吗？我刚刚好耶，我刚掉庄严，我想要别的东西。你是说大师吗？大师。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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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有另一个东西也很庄严，摩尔嘛，很庄严哦，哦，磨嘴庄园，不是，磨你的嘴巴，白痴，干嘛啦？好诶、欸，你是庄严是前面放一个大头照，然后旁边还有一些人在哭，哦，太庄严了。这是庄严吗？庄严啊，妆容吧，妆容，妆容，恐怖，恐怖，越来越，那个方向越来越，我妆容，对对对，太妙。我刚那句话接一个105度的你，哦，你那边还好吗？会不会很热？很热。我、哦、是前几天才看到一个人家在分享说，就是 有人就是要因为亲友过世嘛，去烧嘛，然后他们会要捡那个骨头、嗯，然后骨头他们有些人是拿筷子，看过听过哎，然后他放在那个盐酥鸡的那种倒盐酥鸡那种铁盆子这样子，然后后面小孩子哭说：“我不要吃阿公。”哦。不是哎、欸，不是哎、欸，真的不是哎、欸，完了完了，我都中毒 了，好可怕哦！就看到这一篇，哦哇哦，就发生过这种事情哦，所以他们真的捡骨的时候是拿那个盐酥鸡的那个东西，没有啦，要看地方啦，看他有没有钱呐、啊。对，没有啦，就是有一些那些比较贵的东西，有一些是。搬的铁盘啊，只是那个铁盘就是很常见那种，就有时候可能你做那种自助餐那种的铁盘。对、对，所以就是要看地方，有些地方是用自助。然后他剪骨之前会拿夹子夹两下嘛，咔咔。对，他会做，对，是真的。好，给夹到没？我的天哪！还要夹他吗？好，要夹他。哎呦，好烦哦！就夹起来发现说啊，不是说不要夹眉粉啊。哦，不是加那个胡椒，它都会倒到一个那种很像三角形，前面有一个圆盘那个。对。我们好不尊重死者哦，危险危险！老板，完了，老板，老板啊，我有鱿鱼啊，我刚刚没有鱿鱼呢，我点鱿鱼呢，各位。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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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狱梗太多了，地狱有你有我了，耶！真的是有你有我。老板，我点鱿鱼。太微了，太微了。我讲很久，很少去讲地狱笑话。你是真的蛮少的啦，你是真的很少。嗯，发烧列车。不要，好热哦！这是发烧列车，好热哦。真是烧烧列车了，哎，因为这个发烧，这样很恐怖哎、欸，哎，那我怎么带着庄严的表情去参加？装不起来了，每次想到这个想到不要加眉粉哎、欸，干嘛啦？不行，我觉得不要加眉粉真的太坏了，就粉粉的、啊，红红的，橘橘的。啊，我觉得加眉粉很好吃哎、欸！啊，我不太行哎、欸，我也不太喜欢。我只有薯条会。对，我就只有薯条也不要。那种地瓜条之类的。我薯条可以，地瓜薯条要原味。什么味？
我一律全部胡椒盐。胡椒盐加一。不是啊，那个是你们那边。我们这边，哎，我北部人呢，你们南部人呢？哎，很讨厌，我淡水人呢。真的是看不起南部口味的，是不是？对啊，现在要站了，是不是？现在要站了，是不是？对，没有没有，我跟你讲，如果真的要站，好，我也是异类，好不好？不一样啊，你是黑醋。对啊，我是黑醋哎，我是黑醋哎，等一下，你是异类哦，苏记加黑醋。没有啦，盐酥鸡加黑醋，盐酥鸡加黑醋，盐酥鸡加黑醋，欸、阿公加黑醋，我去，太异类了吧！如果真的有的话，我还想试试。阿公加黑醋啊？阿公不要，阿公，阿公酸酸的嘛？阿公酸酸的，阿公很呛哦，阿公听到心里都酸酸的。阿公加了洋葱啊。哎、欸，可是搞不好真的加黑芝麻，很好吃是不是？你说阿公吗？对啊，你说阿公啊？我觉得他是说阿公哎、欸。你说阿公，你要吃阿公了。公，你现在就这些人在那边加阿公，拿阿公那边乱加。阿公乱加，阿公自由飞，阿公自由飞。他不是说不要，他不是不要。你也讲得很开心耶、欸！他冷很久了，他冷超久的。我觉得阿公自由会很嗨、欸。不是，阿公自由会只是尊重阿公的个人需求。不是，我觉得阿公要爬起来了啦！我的天哪、啊！我跟你讲，我今天如果梦到阿公，都一定是你们害我的。阿公就说烧个鱿鱼给我吃之类的吧。对，阿公还说，等下我鱿鱼要加大的哦。那阿公你问题很多。哦。我的天哪！乔宇最嗨。然后说不要，然后突然蹦一句，这不是我一直都在做的事情吗？对啊，啊，不要啦，不要啦，不行啦，不能讲了，爆言。没有，他不够过分的意思，你们不够过分啦，讲不够啦，不够啦，讲这样过一点，要再过一点，够了，阿公，我要再大一点，阿公会冷，再让他烧一下，阿公会刮。哦、阿公那样还会管，那真的是怪怪的。嗯，不哦，阿公，哎、欸，对耶，门还没关呢，你们这样好吗？嗯，没关系啊，开关了。我们昨天在说鬼故事，你说啥也是啊，对啊，你说啥呢？你说啥呢？啥嘞？对嘞，你说啥呢？对嘞，你觉得你说这句话有说服力吗？好像没说服力哈。全福利啥呢？来说那个神奇的阿伯帮你挡了一个煞，帮我挡煞哎、欸！啊啊，对啊，昨天讲一次，昨天的故事、哦、就反正就是我高中哎、欸，不是高中啦，大学的时候，就是我们、哦、大学不是就蛮靠近辛亥隧道的哦，然后有一次就是大概六哎、欸、七八点的那个时候要回家，然后就回家那时候是下大暴雷雨。然后那个时候呢，就是我就骑，然后呢，刚好就是正准备快要到辛亥隧道那边之前，会有一个小巷，然后那个小巷刚好算是我们学校的后院的后面的那个地方要走，就是有路可以走这样，然后就骑，然后就停了红绿灯，然后发现眼前有一个类似那种，你知道，就是不是那种做那种回收，不是都会骑那种三轮车，然后后面不是会载很大一坨东西哦，捡回收的，对，然后那时候看到就在面前这样慢慢骑。我想说，哦，好，那我等一下下雨，我要注意不要撞到他。哦，好。然后那个时候我就绿灯了，我就骑，然后呢，我就骑到一半，突然发现怎么前面眼前突然冒出了，就是刚刚看到那个阿伯的那个车，然后突然停在我面前。哎呦！然后那时候我就吓到，我就赶快，因为我怕撞到他，我就也急刹，然后呢，我就不小心就有就是累惨，拧过他了。没有。然后呢，摔倒之后，那个时候呢，我就看了一下之后，就发现，哎。好像没撞到他，然后呢，那个时候呢，就看到他又往前急刹之后，我摔倒嘛，然后之后他就往前骑一下之后呢，他就回头看了我一眼，然后呢之后呢就撇回去继续骑。看完了。然后那个时候没有，他也没讲话。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想到奇怪，就是他怎么会这样急刹？我那时候心里其实原本很生气，
想说你干嘛这样这样、嗯。然后后来呢，我就扶起来之后呢，就一路继续骑，然后就骑回家。然后骑回家之后呢，就跟我妈妈聊这件事情。然后那时候跟我妈聊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我妈就说啊，你有没有受伤？然后呢，我一看，我发现，哎，我那样累残，我居然没有受伤，我只有雨衣有破洞。哇哦，对，很厚是不是？没有很厚，也还好，这比较大。有人问那雨衣会不会很厚？没有啊，有那种很厚的啊。然后反正那一件就是比较大件的那种，就也没有到很厚。然后那个时候呢，我就说，哎，我没受伤哎。然后呢，之后呢，就是后来我仔细回想，也发现，哎，不对哦。因为呢，那一条路只有就是单一一条路，然后呢，最后才会接到大马路。然后呢，我是在那个去大马路之前就摔倒，然后看到他继续骑。那你要想，他骑那种一定速度比我慢。然后呢，那个时候的话呢，继续骑到大马路，然后呢，一路到家里，完全没有看到他。哦，他就这样不见了，你知道吗？哦，对。然后那个时候后来呢，就是。妈妈就说啊，说不定他是在帮你挡煞，就是可能那个同样的时间点前面可能有些什么事情，然后要你先在那个后面等一下这样子。嗯，哦，对啊，就那一天就突然在就是想到讲这一个，就觉得哇、哦，好神奇哦，好神秘的、哦、这个经验就很神奇，就是少数我自己遇到的，这是很神秘耶。对呀、啊，神秘。那我刚刚想到一个很坏的，你要干嘛？妈妈给钱哦。OK， 是阿妈嘎啾呢？是阿妈，阿妈嘎啾呢？阿妈啦，他们又说等一下我讲一讲要断线，应该不会啦。天啊，吓啦！消失会吓死哦。对啦，对，你是昨天讲鬼故事讲一讲，然后网络爆炸哦。对啊，放最后半个小时。没错啊。太恐怖了吧！哇、啊，所以网络帮你讲了什么？他是在叫你闭嘴哦！ Oh, 的天哪，阿妈害羞了吧？哇，阿妈害羞了，那个贡啊啦！哎呦，哇塞哇哇，我很棒这样，哇塞哇就咕咕咕的，对吧？神秘吧？咦、欸？哎呦！哇，还有一小时啦，赶快盖啊！播广告啦，盖啊盖啊，差不多了。建筑物不是就是可以压在石头线上吗？线上可以啊，对啊，线上可以。线上屋檐超过不行啊，对不对？对，不行，对不起。啊，屋檐超过不行了，我忘吐出去。我也是吐出去啊，我在拆房子。就是它就是一个阻隔立方体啦，你不就这样？凸出来一块。啊，那听不懂啊，他至少他蛮厉害的。嗯，啊，好帅。就是要，那就不要这块而已。封在那个房，不要这块，我不玩，那就不要啦。不玩，不要，不玩，不要了。我想想，那行，哦哎，违建哦，都违建哦。哦，限期三天内要拆掉哦。三天内，三天了，一个小时内就拆掉，一个小时内就拆掉。这个不是在线上吗？刚刚好啊。不是三天，你这个算法是要算我们啊，这嘟嘟二啊，我们上线的时间还是上线的时间，我上线的时间三小时哦，对，对啊，那这样一小时，对啊，对啊，三天内对啊，我们就错，对啊，哦，好，是不是突然觉得合理，赶快圆回去，合理，合理，合理，耶。其实我家以前就是住舅家那边也是算是违建的，嗯，哦，就是我家住五楼，然后六楼顶楼那边就是我爸自己盖的一个算小铁皮屋吧，嗯哼，然后在那边都会养一些狗啊什么的，然后就是被我以前就把它称为那边是鬼屋，哈，啊，为什么？太过分了，因为楼上那个灯它又不是又没有那种，就是都是要自己去拉线拉上去吊灯那样子，然后就是真的就是那种吊灯。所以那个按钮也小小的，然后那边有点湿气比较重，然后有时候按钮还要被电到。哦，对，然后里面有养狗，然后我以前又比较怕狗，所以我就觉得里面超恐怖的，很像鬼屋。可是狗狗看到你会对你汪汪叫吗？有家里嘛，以前那个狗是都在笼子里面的吧？哦，对，它不会边咬尾巴边吠你？没有，尾巴就像我家狗。嗯，好恐怖啊！那现在变成我爸比较就是有的跟人家聊的比较讲到说这样比较不好，
然后现在狗都是养在就是家里当到处跑，这样狗狗比较开心。对啊，对啊，比较好。它还可以踩你家，很快乐。可以踩。不过之前就是讲到那个违建，其实就是地震的时候那个很恐怖，整个全部都在摇，因为是自己盖的啊。对啊，自己盖的就变成是要看你的结构。再怎么样也不会比建商盖的还要稳。我家是台风天不铁皮屋嘛。对啊。一歪。好可怕，好可怕。那有时候看到屋顶好像快掀起了，就说：“欸爸，会不会掀啊？”“没啦，没啦，没啦。”“没。”那是我爸自己盖的。那我爸。你用大黑的固啊，不得惊的啦。对啊。我们家的。结果我就说：“爸，真的不行啊，你来上来看啊。”好了，我明天再加铁丝。哇，你们家里的人都很会盖建筑哎、欸，好强！我爸水电工啊，就是工地那种水电工，应该也很会吧？建筑我不会啊，我只会纸上谈兵啊。所以你一路盖房子。团钢筋水，你要叫他马上盖一个大楼出来，他会跟你说我没办法，那无可理啊。不是有很多那种吗？就是迷你建筑的那种，嗯，对吧、啊？就是小小的盖水池啊、水泥啊，什么都自己从头开始盖。团团开了啦，这个不可能，太难了。没有，你就想象你以前在交作业的那个作业，把它拿出来盖，弄个出来拍影片。我的天哪、啊！想想就很兴奋，对不对？想想我就觉得好累哦、喔，想想我就觉得好累哦、喔，我都要哭了，我觉得好累哦、喔。你可以再想一下啦，你再想想，你再想，再考虑一下，你再考虑一下，你不想一下吗？想一下，让你回忆流量哎、欸，你想想看安不安全？安不安全？流量呢？是流量啊，财富密码是不是？这财富密码不好赚啊。有人在蹭网哦，我没有，我没有，好像是第二只喽。我没有，我没有，你有，你有，你有，校长好像很轻松哦。我没有，我没有，他是轻松高校的校长，但、啊、对耶，好像有点道理。可以呀，你有，你有，你想要更多的钻石？你就有，我可以过去哦。哎呦呦该去蹭一下喽，该蹭喽，该去敲趁他最后一刀的时候去蹭喽，敲敲屁股，干嘛？红色羊啊！我嘟嘟，我要去找玻璃，我、哦、不行哎、欸！我嘟嘟，我嘟嘟，嘟嘟，我要去找玻璃，找玻璃，我嘟嘟，我嘟嘟，嘟嘟。哦，你们真的是很有趣。你们好会 Q 哦！天哪、啊，这首歌不是歌词就这样？对啊。Can I do？ 啊，有人想要躺吗？没有要躺，我要自己躺了哦。躺，你困，好，我自己躺。你困呐？你也可以。我来躺，我给你躺，我给你躺。你设定重生点。哇，你被鬼压床。啊！超过分了！被压死，好过分！小雨，请问小雨怎么了？小雨被什么东西打击？他有压过的经验吧？没有，不要不要，下次我开台前打 A 配了，不行。不能下次开台前打 A 配了。这个枪就留在 A 配了，不要拿出来了。听起来怪。带着走哎、欸。刚才很像满配的301哦。太凶了，太凶了。没有啦，专出轻机枪比较神呐、啊。哎呀，哎，他这样 rap 哎、欸。哦、有 freestyle 吗？那请问你有麦克风吗，小雨？你要拿出官方认证的麦克风才可以上台、欸。不是哎、欸，我真的觉得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催眠麦克风，我觉得太好笑了。不是，我成功的催眠团团，直接推跟他催眠麦克风。哎、欸，看了一集之后，不小心一直看下去，我是很好奇，后面会因为什么东西而唱起来，我觉得好好笑。
你们可以去看一下，可以看一下书腰，催眠麦克风，对，它就叫催眠麦克风。它是什么、啊？一群人用拿着麦克风唱 rap 互相 diss 打架的一款游戏，对，动画，对，它是动画。然后我刚刚听到有说定动作游戏吗？他们会有巨蟹化攻击，对，很有没有。我跟你讲，很你硬要讲的话是珍珠美人鱼的男生版没错，但是他其实我觉得比珍珠美人鱼的歌有还要有用心、欸。他们针对性很高哎、欸，他真的是疯狂 diss 对手、欸。他我看了12集、13集里面没有一首是重复的。对对对，对，他每一集都是不同的，我觉得超级的人唱啦，对的，对，所以我觉得超猛。那很适合我看。主要就是，对啊，你先看那个真的很好看。主要是他的那个唱歌起来的理由，我觉得很好笑。拿来嘴人用的啊，可以多练练。对啊，酱油小心一点。来对一下。可看可看，很好看。想说怎么好像看到你这两天不是打说什么哎、欸、要有什么什么麦克风？对啊，还要催眠麦克风。你要换麦克风哦？没有啦，是不是啦？但是我的麦克风现在这个好像有时候线好像还是怎样怪怪的哦。观众知道怎么做吗？啊，怎么办了吧？有人在暗示怎么办呢？哦，我知道，怎么办呢？哎呦，哎呦，那轻松高效的。的痛，嗯哦，其他人吧，那个跟我们讲没有办法。对啊，糖糖，讲大声一点啊！我发现我家楼下中空的。啊，没关系吧？想要就要大声说出来的，想要大声说，讲出来，说出来。哎，好了，掉完了，哇，对啊。内装、啊、好扯哦，好强哦，好扯哦，好好哦，啊，好棒哦！我是在干什么？现在小声，现在在干嘛？在小声，一群人在 murmur。对啊，在抄隔壁的作业，抄一抄，发现什么？其他都写好了，我还没抄。对啊，发现别人是说比你晚抄的人都抄完了吗？对啊，好会抄啊！有人爆装了！哎呀，微微微爆，微爆，玻璃卡仔哦！微爆，微爆，还微波波又跑去偷充装了，好好，好好，都守住了。好好，你很真啊！有些都没守住哎、欸，我的强力卷三四都爆了。强力卷三四吗？是不是好好哦？哦，强力卷退回去了，好好哦、用三四都爆，现在强力卷是零哦，成功几率是好讨厌哦。在诅咒的强力卷，真的。哎呀！我保住了，好好好好哦！怎么保住？上次是被那个来宾那个几率已经大洗牌了。什么东西？你讲，就冲装吗？冲装。自从有人第一次来，然后就直接一个封顶的。五瓜装哦，五瓜装不知道要干嘛了。哦天哪、啊！原来这么好装。嗯。哦耶！哎呦，不行，不敢强绿，不敢强绿。凉了啦！不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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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敢。如果现在看到有人强绿过了，我一定很难过。不敢，不敢。如果是我，我就抢啊！哎，可是是我，我就抢。你看，我得爆几次？不是不是，你那数字是多少？99。哇，好恐怖啊！九十九，你会中那一拍也是很厉害。对啊，哇，可为三怎么？你看，他离一般，他离一般的附魔都还不如了。你看，还上不去，还失败了。出事了！出事了！九九几次了？九九九九是九九哎！要不要检查一下指令有没有错误 ？Super Idol Super Idol 的下流 Super Idol 的下流。
到底是什么？都没你的甜，都没你的甜。好，然后我突然发现我的建筑有点奇怪。怎么了啊？因为我想说盖个游戏室，就可能人家玩 Switch 的时候玩到一半会可能被压死。被压死，被压死。对啊，我看，生病去玩呢。对，你看这边嘛，这边不是应该是那种，就是拿那个 Switch 玩那种健身环之类的。哦。然后这边是从楼上可以这样直接跳下来的。哦，我懂了。哦。哪里跳下来？不，这很像消防员那种一个棍。消防员中间不是有根柱子？对。我刚盖的很像。满心子在哪里啊？第一栋。在底下玩直接踩死了。对。例如我在这里玩，然后阿旺你从上面下来这样。哎、欸，他就直接死去。可以再理解一下吗？我还没理清、啊。没有，你在这边玩有没有？可能就是在玩健身环啊，楼上的突然就是这样从那边跳下来，懂了没？酷哦！那你的电视真的是摆得很好哎、欸。原来是这管子盖放得不错。这管子原来是个陷阱啊！玩的不错，陷阱的部分，嗯，今天不适合冲装，嗯，你今天真的不行，冲了啦，柱子拆了，你今天冲装都一直爆哎、欸，对，你水位已经垫好了、啊，该冲了，等下再爆一下就真的要哭了，嗯，不要 ，no。别人要把那个几率拿走了，去拿豆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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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有，哇，看起来还好哦，哇，所以你都已经在刚刚在想办法冲装，代表你其实也差不多了，已经弄完了，弄好，他已经打完两只 boss 回来，你知道吗？对呀、啊。哎、欸，你很强哎、欸，好夸张、哦！这、欸、就不会，我没有建筑天分嘛，你超强的，我很普通。超强，你超勇的，超勇的，洗脑了，烦。那杰哥的啊，拜托，我超勇的，就是杰哥来的，对啊，哦、那房间很大，不是意思吗、哦？对啊，对啊。我家很大，你要冷一下、啊。睡，我不是你要冷一下、喔，不是，我是冷一下。为什么我房间很大要冷一下呢？哦，你没听过、喔，那是另外一个，但是另外一个故事了。是最近的，但是最近的、啊，最近的恐怖故事，哦、恐怖故事，对，我最近才听过的、欸。嗯，我只能说还好他退了，还好他退了。真的哦哦哦！什么意思？哦哦哦！有人在偷看，怎么有人在参观？啊，怎么有一根奇怪的？这什么？阿旺在盖树屋啦！啊、哦，我以为你是要盖一个房子，旁边盖小油桶，因为是整个房子是油桶。对啊，我就是要盖一个大树家。我以为是，哦，好。干嘛？但是整个是油桶吗？超乎我想。那整个就是油桶，对啊。好啊，只好叫我想一件痛苦了。哦、太刚好了吧？有点感觉，就还是哪里怪怪的。就是拿几个建材就放完刚刚好，就很诡异。嗯。不不。玫瑰的，谁的社办楼上会种棵樱花树在上面？啊，那边有悄悄荡秋千，你可以上去玩。哇，这个社办也太高级了吧？对，那可能荡出去哦。荡着荡着就出去外面玩了、哦。对，会不会有人社办里面会有那个天然游泳池之类的？那个场地有点不够大、啊，怪怪的，怪那社团怪怪的，可能会往下挖很多东西哦。我还想说，会不会有人就是因为没有限高度嘛？会不会有人家盖一个那个摩天大楼？太累了，你说跟那个太累了，一个小时内盖完一个摩天大楼也是真的。我上次已经吃到苦头，我这次没有这样做。跟营销飞车接在一起吗？对啊，我这次是一切重建的类型。
看你哪像一切一切重简，那跟上次那个关卡那比起来，已经还重简了吧？是啦，我上次那个真的是疯了、啊。你谁？熊猫团团呢？不行啊，时间已经，你看剩多久了？剩挖完了，我感觉我也快盖不完。对呀、啊，才剩这一点时间，真的不行、啊。你是谁？副本都还没打哦。对呀、啊。对，副本对，我想到我回来要干嘛？我们走来走去，走了好几趟。你在闯关来着？你在闯关啊？别人的房子怎么盖？我刚才走过去，我刚是要干嘛？小心你那边！我刚说参观，不是我刚说干嘛？所以我刚刚逛来逛去，我在想我要干嘛走。哼，怎么突然哈？哦，你要蜘蛛的嘴。哇，我这个建筑的边线压太外面了，我现在又有跟刚刚小雨烦恼的地方一样。对啊，我把它拆掉了，往就是一个屋檐的概念。看来 我也是屋檐，看来我只能变，想办法变了，可恶！我就是因为刚屋檐太外面，我现在要改来不及了。我刚办的时候意识到这件事情，所以我就把它拆了。太晚意识到了，哇！对啊，你是哪里像一切重简啊，大哥？失算得是没有啊，就以前的样子、啊。nice 哦。没有，他说这就是我的极简风。极简啊啊啊啊！极简风，我刚那个发音要对，不然很危险。对，很像小孩子会讲的东西。小孩子，小心哦，现在很危险。小心、哦，那个发音错了，真的是很危险哦。真的是小心哦。这节课赠送什么东西？赠送什么？哦，你说疫苗？疫苗？哈哈哈哈哈！杰台友好是不是？对。杰克你好棒哦，是不是？赞！我都不知道你哪来那么多钱给你买衣服，我也是啊，自己也我也是不知道啊，你超棒的，你好棒，养我们。我没办法、啊，你可以，我只要听到你可以，对，我不要你觉得，对，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啊，夜妹开始来了，有人的夜妹回来喽，有人的夜妹很猖狂哦，今晚的夜妹太猖狂，今晚我想来点，你要来夜妹吗？哦，回复药水，人家打副本给你用好了。我还做到上天听到我们的呼唤呢、啊，吗、嗯？还是有人在睡觉？哦、应该是有人睡觉吧。我刚睡觉。哇，老天鹅、哦！老天鹅啊！老天鹅啊！刚好在床隔壁啊！哇，好棒哦！嗯。他锅铚的水敲掉应该还在吧？当然不在啊，不在啊。好吧，这是麦块耶。也是哦，难怪。你只可以在水里面锅铚放岩浆啊，还会在哦。真的吗？真的啊。我骗过你吗？很长啦，可是这是真的啦。自己讲出答案了。嗯，很长啦。他要怎么委婉的讲？他自己讲很长啦。嗯是真的很长啦，各方面呢、啊？真的，什么什么什么？你是哪里的专长、嗯？我的专长就是很长。很长。欸、你的通任药水可以改成飞剑吗？通任药水，这是再去用火药直接变飞剑吗？对啊，这个意思吗？我细看买。知道哎、欸，我也好多。哎、欸，可以呢，会变什么？我酿一下，我酿。你们知道火堆怎么做吗？知道啊，它要原木木炭，要原木哦。哦，要有木炭哦。嗯，哎、木炭或煤炭。原木木炭。阿里亚都有。嗯。
You're welcome。哦，它变成非剑不可合成的药水，无效果，它小。因为太强了吧？它废掉了。哇！我要请你们喝失败的饮料，跟昨天有人的失败作品。哇！你要不要吃东西？我好，我请你喝药水。好啊。你在哪里？在社办的哪一间？哦，看屋檐是不是？欸、哦，这间很明显。你在哪里？我在走过去的路上，等一下。啊，你不是说你哦，另外一个社办哈？没有啊，我来了。另外一个社办盖两间社办，是不是？你们有沟通到吗？来来来来来，波波、啊、要不要一起？沟通是不是？波波要试试看吗？怪怪怪的，波波。他可能他快没血了。对啊，这是回复啊，试试看啊，就是中毒凋零。啊，好啊，有吗？我怎么没感觉？哦，加速哎、欸！你怎么没感觉？哎，不对，加速三十分钟啦！他真的没感觉，他真的是坏掉的东西，坏药水，喝水哦、喔，我只有汽水。嗯，坏药水。嗯，它被酿坏，而且不会发光的那一种。哎呦，冻就变。感谢测试，因为这个我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没事没事没事，我最喜欢找漏洞。我喜欢挖洞，我是一只兔子。萤火可以兔子天性了。萤火可以什么？没事，我想说萤火可不可以堆叠？可以啊，可以吧？好赞，好设计。嗯，好色哦。可是鸡蛋只能拿十六。你知道为什么吗？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通常那种可以投射的东西，不是都是十六个为单位吗？鸡蛋、雪球跟中介子、中介珍珠。哦、oh. ，对啊，他是好像是故意设定成这样，哦，就投射物都是那个，对啊，不过我还是不理解，我也不理解，拍谁掐门结？那萤火怎么让它熄掉、嗯？是浇水吗？拿铲浇水，铲子或用水瓶，对，飞溅水瓶，谢谢，我刚刚跳上去踩了，没笑，你只会自己烧起来，对，哦，你可以附一个冰霜行者上去踩。冰霜行者真的啊？冰霜行者才有用哦，没有用啊？有用哦，没有用。我想说，听起来太神秘了，应该很合理啊，对不对？又改变不中，可是冰霜行者要水才会冰啊，一般也没有用。怎么就只有一台 Switch？ 这半经费不够。我刚想到说，你想到什么？那个巧克力来踩，应该有用，会融化。白痴！哦，我把这剪进去给他听。我要剪，我一定剪。放风标题。等下最前面那一句。你知道开头是不是？开头的十秒。立即治疗药水三分钟。啊。他就是随机的，但喝下去应该就只有那一秒而已。嗯，好，杰克喝。什么都可以接客，接客不是啊，因为他每周弹过来啊，对他很好、欸。是读者就是了，是啦，好，他对你很好、欸，好好好好好，对啊，他送你喝、欸，我感受到爱心了，拜拜拜拜拜，没爱了，好啦好啦，我最近才学到一句话叫做有没有新的问题，哇，有没有新的问题，没关系啦，有没有新的问题啦，啊就是有没有有没有新的问题，这句话很情感的，你是说 new question 吗？还是new problem 新的问题，新的问题 part 新的哎对新的问题，新的问题，新就是 new question 了，新 star 哦哦上半村、哎呦呦呦，小牛访客，哇啊！牛访客他爆炸了，我家炸掉，爆炸了，爆炸了！不对呢，我没有防爆，有啊，不然我刚去挖雪挖超痛苦的。啊、对，真的去雪山上挖，要一点一点慢慢搓它，对啊，慢慢搓。还是你们想要解没有解解开来？辛苦一点没关系，先不用谢谢。先不用解开痛苦的是他们，我跟小雨还好。对我还好，我们住地洞，我只是挖那个雪，一瞬间有点痛苦。对啊，没有忍这东西忍一下就好。
我打开来，在那个我们的打怪区引爆鬼法，精彩呢，精彩重播，精彩重播，噔噔噔噔，嘣嘣嘣嘣。那我们就会有要留校查看，查劳动服务，对，劳动服务整理校园，本校打扫。我现在已经在整理校园了，哦，真的假的？你在清理苦力怕了？来上工，因为我种那个三木神木，它会有那个啊奇怪的泥土，忘记叫什么了。哦，灰壤，灰壤吗？灰壤。对，就赶快把它清掉，不然说哦，入手这边这么丑。拜拜。不是我们家原本有一块吗？就是差一点蔓延出来的那，那个不会蔓延啊，那个不会蔓延吗？对啊，那个不会蔓延，棒棒。哦，有欸，我记得好像之前就是在争论说那个到底会不会蔓延这样。嗯，我想过你的背包，真的没有想到欸，我走得好缓慢。原来那个叫做什么啊？萤火它会那个欸，它有方向性欸，完了，我太少用，我都不知道。有啊，完了，就是等于跟就四条啊。天花板看起来超废，超乱，气死我了。这个门在哪里啊？挖掉。哦。What happened？ 好。哈哈哈哈哈！很烦欸，哈。我的房子很小小间哦，完蛋了，拼图哦，好气哦，我不知道它有方向性，它就是跟铁子差不多的感觉，就两个方向而已。对，气死我了，你以后就知道了。对对，就痛一次就知道了，每次都这样。第一次都比较痛。那有人说，哎，萤火如果萤火丢抗火药水，它会不会烧不起来？哎、欸，不知道哎、欸。你说丢抗火药水它上面吗？当然不会啊，对吧？当然不会没，当然不会有用啊。来，社会有用才对啊。社会实验。嗯。你说就是在讨论防火木材到底会不会起火这件事情之类的吗？就抗火药水丢到岩浆里面一样那样子吗？因为防火木材跟一起温度很高的岩浆这样的感觉。矛盾大对决。真是矛盾大对决，应该设计钻石装，要搭配抗火药水，它就会合成成绿水装。你说，然后时间越久，它可以保持越久，那时效过了会变回钻石装。哦，你要试试看啊，很难哦。啊，没有，我没有要做这东西，我没有做这东西，没有。听起来很厉害，可是我好像听不懂，听不太懂。就你的衣服会变色，懂吗？哦，对，时间到了就变回来了。OK， 杰克，我好了，你好了吗？我还在盖。Are you ready？ 我稍微再调整一下。嗯，我用水跟装备合成，让装备会有这个药水效果，那你穿上去就有这个效果。嗯，哦，那什么？你想说什么？拿，对啊，拿起来喝就好了，那意思一样啊。那我突然突破盲场了，我刚刚也是在想说，好像有点道理，可是好像哪里又怪怪的。没事。你题外一下，商人怎么设置啊？要有安，安是安吗？直接丢下来。那把铁这个什么？矿宝石，绿宝石。安那个安是那个啦，椅子吧。绿宝石、是绿宝石放在箱子上，箱子上面先放一个盔甲架，然后再丢个绿宝石给他。哦，对，亮度够不够？那下面箱子的设置是，第一排是东西，第二排是价钱。哦、那有需要放泥土进去吗？泥土不用，它会自动会补。OK， 好，感谢。哦，我东西有卖掉一些。哦，得买。谁买呀？萤火哎、欸，怎么给他？
还买烟火？哦，现在甘蔗鸡都已经恢复了，这个听起来像是阿旺买。对不起，我按到，我不是故意的。我早知道，不是啊，你刚刚那个笑声就没有啦。我的滑鼠会连点，所以刚把他的钻石全部回收。全部回收是什么？现在甘蔗鸡已经恢复了，可以试试做了。我刚刚用手动都偷偷把它启动。我椅子要怎么做啊？一样是这个椅子上面放个盔甲架，然后丢个鞍。盔甲架好、感谢盔甲架做法。盔甲架你不会？不知道怎么做，我去 Google。我刚 Google 完，半斤八两。哎，不过老实说，他盔甲架出来了，然后过了好一阵子，我还是不会做盔甲架。没事 ，TNT 到现在还是 TNT 也是到现在还是很多人不会做。没有，我卡住了。然后说到底怎么交叉的？那个沙子跟火药到底要怎么放呢？到底是沙子多呢，还是火药多呢？TNT 啊，就火药啊。火药比较贵，所以火药比较多。嗯，对，相机就好了。火药比较难取。所以商人是一次就是卖那一格东西，他也可以那一格分小格小格卖吗？例如他要堆叠的话，不太懂，就是他不想要卖一组一组的这样子吗？就我的，例如我有十本书，我只想一本书一本书的卖这样子，他是只能那一格分开、一定要分开，对，然后你要卖那个价钱，你一定要有先有那个价钱放进去，哦，他懂，对，呀呀。我刚才干嘛？我忘记了打副本。我这看起来我的设备好小一间哦。没关系啊，我的也是超小一间啊。旁边都看起来超大一间哦，中间凹下去。哎、欸，你真的是很小，很薄哎、欸。你真的是很小，就很小一栋啊。你好薄、哦。你好薄，这样形容人好微妙啊。这边超出界了、欸。可恶！一、二、嘿，我的水桶！我要把那个色板当成商店。没、欸，抢生意啊！好棒哦！没有，就是那个，就是店全部聚集在那边，那也比较好逛、啊。哎、欸，也是的、欸啊，商店街。其实该商店街吧。色板怎么变商店街了？奇妙。上差不多了，会展。我看，哦，你是卖这些哦？嗯，我是卖狩猎相关的，就是你要去打才有的，不能可以申请设备吗？你要什么设备啊？哦，设备，设备，设备，申请，我想申请、那個，计划书要丢出来啊。那个中间上面的潜能的跟，那两个，就是那两个，潜能鉴定跟锻造台，给到那边来哦。他要就是额外那边可以多放，因为他是铁匠色还是什么锻造色？哦，对啊，他想要这样搞。我想一下、啊、那个出租设备的话可能需要申请一下。哦。就是要肯定要。定期出租缴交费用。对对对对对对对。帮你们睡觉。可以以年费吗年费嘞。哇很会省哦。哦。省一下、啊。对。要先放盔甲架再放。你现在是要什么？椅子，要椅子可以坐。那你就先放个椅子，然后在椅子上面放盔甲架。嗯然后再丢一个鞍。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谢谢。嗯，咖啡色。咖啡色。有没有可可豆吗？我有。我想说你要盖个咖啡的色是不是？咖啡色，咖啡色哦，咖啡色来我家，来我家，很大，尽量吃，尽量光，
这墙壁有没有看到墙壁？看墙壁，就一楼墙壁而已。你是打什么？墙壁，你是把破哦！墙壁啊墙！这是啥？这是啥？这大亮！阿伯啊，你讲墙壁啊？墙壁，这不是墙壁，这是啥？玻璃也是墙嘛？再加一加。不快、欸，有人家里面生精英怪了，没有吧？那个是那个啦，一直发光，椅子亮而已、啊。对，我说有个好的，我在弄了，拖椅子的嘛，拖椅子吗？拖椅子的，嘿嘿，弄的吗？嘿嘿嘿 ，A A 告 A 告，啊，嘿嘿嘿，上次说 cat 吗 ？cat，cat，cat， 我们这边已经快变云游会场地了。多、啊，好像有哦。哎、啊，我这边要弄那个钓鱼，那个叫什么？捞鱼的，捞金鱼。捞金鱼。我以为你会排斥、欸，因为毕竟你家里已经有一个钓鱼场。结果你，但是那不是钓鱼场，钓鱼场不是。好久了，突然拿出来。啊，我以为是钓鱼池的。什么钓鱼场？他家前面那个游泳池。他家前面那个，我就把它捡起来。错误，我就把它捡起来。好久。你要拿水泥吗？下面的龙鱼不会死。咖啡色旗哦，旁边这边有空地，我要把它盖一个超大的。啊，我们如果这样子的话，是不是要盖垃圾桶啊？团团，游客会生气。对，还要盖厕所。哇，天哪，越来越麻烦了呢。游客会生气哦。那我说应该弄一个那个办事入口，那个要换那个原油会券这样子。对啊。没有啊，你要有一个扫 QR code 的地方啊。现在要比较要实名制，现在要比较听话一点。实名制。你是怎么办？我先做个。哎呀，我来了，我来参与家了，救他！你要放这个，然后是放上面，要放上面，然后铺上去。你知道用这样比较快的、啊。放上面，然后放这个。Q。哦。好了。我原来是这样哦，谢谢。嗯。怎么了？干嘛？我不小心点到龙蛋，我家的龙蛋从我家直接飞去外面，我跟他那你的龙蛋飞去哪了？起飞！起飞！起飞！哦、no ，安可以做吗？安不行，哎、欸，安不行啊！钓鱼吧，要钓鱼，我可以卖你哦。哎、欸，生意有生意，快赚快赚！今天不赚，什么时候赚？对啊。哎、欸，校长，嘿嘿嘿，过来看一下，你家吗？你看这个，啊，我还不能拔掉了，哎、欸，我拔掉什么东西？拔掉了，看到了，他们在乖乖的教你，你懂意思了吗？这个很，这个是踩墙破上呢。真的是踩在边上呢、欸，他踩在线上、啊，我真的踩在线上哎、欸，校长。哦，等一下，我要先把他这个啊，这个不小心刚被我念在意右键了。那个打开就违反了，这個、关起来就哇，你这个关起来，你这个是骨牌色哎、欸啊，就是那个遮阳棚啊，不是有人都会用那个遮阳棚、啊？对呀、啊，对，哦，挡那个什么。冷气机，挡雨的，冷气机，冷气机，还有阳台，那个也是啊，对啊。我超级踩边线哦。啊，还有啦，你们不是住在台北？台北抓比较严，歪歪的。嗯，对，校长如何啊？不行，我把他猜。我好，我当没看到。然后每次经过之后抬头看了一下，你不要，你怎么当就是大家不要手在那边一直点他就，一直手点他就不行。有人在乱点啊，我听到了。谁秋真？是虾狼？小米狼？小米狼？小米狼？你的麦情？你有什么问题了，酱油同学？40分。
哎、欸，对，也克林赫呗。哦，我放完两个旗帜就好了。我在做旗帜。因为他出边界了没有吧？这么高，要来做一次。在绿化、欸，他有情侣打副本。哎呦，先不。哎呦，稍微检查一下，应该是没啥毛病。没毛病，没啥猫咪。猫咪，猫咪。哎、欸，对，你还会想引猫回来吗？累了。哎，猫咪真的很难引回来。累了。累了。可以打，有人当中继站的话。人瑞。嗯。其实可以的，你们动物要想要。弄回来的话，我这边弄个桶子，可以申请呵呵国赔桶子啊、哦，申请，国赔是申请箱，不没有、啊、你就挂一个总务处啊啊，就是那个申请书有没有？意见调查表。意见调查箱，有没有？隔壁的屋檐有点超过来了，也是客诉的部分。客诉的呼唤，哎呦，补漏。OK， 完了，我又在卡了。你怎么了？完了，我在滑行。哇来哪一地来我要起来了又滑又滑是哪一个啊哦每次盖东西身上之后都超级乱超多东西我有光碟啊在我家我们可以雷斯干了，头上有两支箭。刚打完副本，你喜欢你可以拔下来。我这你好像找箭矢嘛，对不对？你可以从我身上拔，感觉好痛。可以从我身上拔，拿得下来吗？想骗我是不是？好，办法拿直接拿剑把它拔。我帮你开刀。哎、欸，对了，说到这个哈基，你真的要拔智齿吗？哎，没意外，应该有规划十月、九月底、十月吧。啊，你的生日礼物是不是？感觉很痛。生日礼物。拔牙齿，一个检查一下，跟我说，哎，那个长智齿，你长其实四个都长歪，你知道吗？我说啊，这都长歪。他说人家都是往上长嘛，你都四个都往外长，那、啊、你的就是往上长，那你的就是智长了。我觉得智齿长歪真的很正常诶、欸，我觉得真的，我没歪诶、欸，一个很不符合、那個。它就是一颗就是人类不需要，然后又很唧唧歪歪的一颗牙齿。长啊，我之前对啊，我之前就看人家那个啊，什么智齿根本智障吧，智障，真的，人类最智障的牙齿。往好处想，你不用去把它切开再拔出来。嗯，切开就拔出来那个好像最痛。不确定它是不是藏在里面哦？它是不是长歪？没有，是躺在里面安安稳稳的。他说我这个里面刚看的时候感觉好像没什么，但是他那个牙结石一弄破，嗯，里面有个洞了，这个要拔了。哦，因为就是不好刷到，很麻烦啊。对啊。我会拔也是因为后面真的刷不太到，然后才会建议拔掉。但我的其实没有歪。我那时候去检查，我少一颗智齿。哦，也有可能啊，嗯、就是它没有长出来，它就是从来就没有。对。对。还是牙仙子帮你拔掉了。牙仙子。哦。那我还要谢谢他、欸。
谢谢你牙仙子，你跟牙仙子感情是不是很差？真的是仙子，你跟牙仙子感情是不是很差？所以那些智齿长歪了，然后还要开刀的，就是跟牙仙子感情很差，是不是？交情不好，交情不好，交情不好。你就再不给我牙齿啊，我就让你的牙齿长歪，我就让你牙齿烂光光，烂光光。白痴哦，我看你服不服？有没有人睡一下？可以帮忙睡一下吗？感谢，我们会很感谢你的。我在回家的路上，我在睡了，。你怎么还是看得到？他刚刚就已经看到了，已经锁定你了。可恶！已经看到了，这没用了。锁定你。对。哈，很凶。哦，有人说少一颗智齿是进化比较完全的人类。啊！那个也太仇恨的言论了吧？有这种说法？到底多讨厌智齿？可是我从头到尾都不知道我们长智齿，怎么办？你有看一下牙齿在后面啊？你检查一下。可是我去之前去洗牙，医生说我的牙齿很健康、欸，哎，就是你有没有？不是健康跟有没有长歪不一样啊？对啊，对啊，对啊。啊，每次买衣服都说先生帅哥小姐不是一样吗？对啊，早餐店也都是叫你帅哥啊，帅哥，对，就是前面哎帅哥帅哥帅哥，先生你的东西好了，对啊，哎帅哥，这样也是路上都说哎帅哥帅哥，就不要理他这样子啊，我就叫哎他纪元找你，哈哈，哎，我觉得这不能接受，阿纪你经过那个像市场什么应该很常转头哈、哦，对啊。就很困扰，一直人叫你。是我这次我讲了，之前我在我家附近那家超商，然后就排队嘛，然后就那个就是有一个服务生，他特别的就是很热衷于他自己的这个职位，就是每个都很就是在鞠躬啊，说什么欢迎光临啊，你今天怎样怎样怎样，就是很到位的那种服务生。对，然后他就前面两个在结账的时候，前面说哎美女帅哥，然后谢谢你谢谢你，这样讲完之后到我的时候，大哥你好。大哥，容易死他，容易死他。大哥，我那时候也才26、25岁，他跟我说我大哥，啊，前面那个怎么都比我老的，叫帅哥，哇，好气耶，哦，气。你没跟他讲说，你是不是少说了几少了几话啊？你是不是要讲大帅哥变大哥啦？不要害羞，我可以原谅你哦。你再说一次，讲啦，我冷啦，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啦，再给你一次机会哦。来，要叫什么？来好好说话，大哥。哎呀，不要难过，不要难过，真的。哎、欸，我们打完了，不要难过。下面一位，下面一位，你们有谁有黏土啊？没有去黏土没有，你要陶土吗？还是什么？你要什么颜色的？我要红砖头。我去看一下，好像没有。你在做花盆吗？对啊。哦，真是还好没有。哦，我很看。还好没有跟你做。跟你做？你在讲什么？我好想知道哦。哇，还好没有跟着他的建筑走啊。哎、欸，你家真的变油箱了耶！油箱很好看耶，而且是有性的油箱哎，有性吗？也拉起来了，有这个荣幸，有诚信是不是？有诚信，诚信至上，一诺千金。哦，你们那好像讲反了哦。我有24个红砖头哎，我经费不够，带了一台四十级。你在哪里啊？瓦拉利里奥，嗨。他是偷骂脏话、啊？哪有？哦，哇啦哩嘞！哈哈哈哈！安在你家，我在自己家很正常吧？哈哈哈哈哈！都爱你们的。我在自己家，然后我为什么在这啊？我在这，我想，你那时候想说你在社办区，现在在上学时间，你怎么会在家？上学时间我在远距离上课嘛，现在都远距教学了哦。打一下卷，想要有颜色的话，对，我要讲一下。我那时候我不是有发 FB 发文吗？我是说那个大家发智齿经验，嗯嗯。然后我其实原本是心里想说，
这个大家应该安慰我吧，就说八字尺没那么可怕的，那个不要紧张那种。然后我想说，我发文了，过了一小时去看，每个人都讲说一路好走，一路好走，过分死，一路好走也太过分了吧？因为好走是真的有点过分了、啊，跟我看到那个就看到你一样是一样的那个。对，都赶快，大家都坏嘴巴坏坏，就可以好好讲话的行。好好说，有时候要不然会有人就是讲说、没有不会痛啦，不要太担心啦，结果一堆是一路好走很过分，直接死去，一路好走，那我直接死去，我给你个心理建设哦，拔完之后你的脸型可能会变哦，变好变坏之后的事，因为对，它如果已经长出来了，差不了多少啊。可是拔掉之后会影响那个位置，不是吗？脸型的位置啊，是还好吧？除非你有就是有在整牙或是干嘛，可是不然单纯拔掉应该影响。我要给他心理建设，他可能说哦会变更帅之类的。你怎么会这样子？差不了多少。是不是要看后面？所以那个是50%，50%。对啊，50%，50%。啊，你现在是变成啊。那还是不要拔好了。你是说会变从大哥变大帅哥吗？大大哥，大哥大，大哥大哥大，大大哥，大哥大。他是拔完脸上有刀疤是不是？大哥大，别说了，我现在脸上有刀疤了。那个医生不是从口腔开，是从脸颊开刀，是不是？用就很恐怖的。完了，他自己越讲越害怕了。口腔开到脸颊，这很猛哎、欸。他是不要哭了，他会打麻醉、那个不是那个八家将还是啊？那个什么？那个叫什么？是神明在进、那个啊？是八家将吗？还是什么？不是穿嘴巴，我把你穿一个洞直接出来，出来就像那样吧。哦，好害怕哦，感觉害怕，吓死。然后医生啊，就是像那个纪检，要帮你穿一个洞出来，然后绑一根牙线，然后把它拉掉。太多余。牙一回来，怎么哈基多一个鼻环、那个唇环之类的？哦，不会啦，就真的大概伤口3天大概就好了。哦，对啊，会建议你多喝冰水或冰的饮料。是有说好像是前面要先冰敷，后面到热敷。可是热的话，就是会让伤口开欸。那是完全好了之后有淤血之类的那种才。对啊，那才是。所以前面你可以大量喝冰的东西。对。你就有理由喝了。喝啦喝啦。冰嘛。他有没有那种就是我其实比较怕的是麻醉退的时候啦。一定会开止痛啊。他会给你止痛药啊，对啊。我现在就麻醉退再吃止痛药啊。有没有那种就是全身麻醉，让我睡就醒来就好了？有，那个不可能全身麻醉了，就是那是砖头吧？没有，它会让你麻醉是有一定危险性的，所以那个不会没事就全身麻醉。它不是会让你吸一个气，然后让你昏睡过去，然后几分钟后起来？有这个东西吗？可以有啊有啊有啊，那个会比较大间的才有。哦，对。哦。一年麻醉那种。对对对对对，然后会叫你数到10，然后你可以叫团团他们录影。没了，七啊！要录他醒来之后，对，要录他醒来之后，什么东西结束了？好像国外那个，可是台湾的好像还有国外的比较那个，对啊，国外的比较好笑，国外的麻醉跟台湾不太一样，所以他们的那个会超强的，超强那个麻醉起来跟护士告白，然后跟护士说我们结婚吧，那个哦，你说那个我看过，超多的，就是每次拔牙，然后他们就国外超多那种。还有怎么啊？我不能吸大麻吗？然后爆哭，哇，超强的。舒眠拔牙真的有啦，可以试试看哦。嗯，沉浸式拔牙，沉浸式拔。你怎么了？我把我的那个社团名字打在上面了。你是打错字啊？我没有，没有啊。是什么？嗨，嗨，嘿嘿，这不是你的位置，走开！谁的位置？这是我自己的，我一个人坐两个人位置。一个人坐两个位置，我大位。你是躺着吧？然后放床了，去坐床。你觉得这边很凶呢？
啊，那个其实很好打呢。是啦，是很好打啦。啊、所以我想说不用太贵啊，那个其实很好打啊。对啊，你看我都两本两本在打、欸，好像还是蛮便宜的。不是那个真的就是太多，也不知道拿来干嘛了啊。是啦，装备充完一套就是。对啊，像我真的也都想想用送的。小雨只是纯打卷吗？对啊。好，那我要等下一个纯打卷加加。下一个。嘿嘿同学，那我来冲一下好了。高歌离席，钓鱼了。我们等下最后要稍微看大家的东西，还是下一次再看？下一次啊，好啊。有没有还没盖好的？盖好了，差不多了啊，不多。那就现在来看一下啊，我打，我再打。打副本，没有的，喝啊喝啊！哎、欸，刷洗屏的洗屏的洗屏的，全部看到的。哎，像你们也会有拍谁拍谁？选择哎，你这个，我以为只有我自己会洗自己，不要你以为。这个有谴责，这样不行哦、啊。I'm sorry， 我以为只有我自己会看到。大家看得一清二楚哦，那啊，为什么小雨你要乱丢项目按钮在？里面，用爸爸买的，怎么可以这样？那我也要来丢。没事，上一个还丢种子在里面嘞。不，为什么我站不起来了？啊？你怎么站不起来？你脚麻了？你怎么滑？你怎么在滑？你脚麻了？啊？你按下是在滑，你按下去斧头砍错啊？重灯就没有按去斧头砍错就好了啊。哦，好，我想说再穿鞘刺啊，再滑。还滑，還滑再撸啊！再滑，开心啊！好，应该弄差不多。哎、欸，对，杰克总不是盖那个啊，吉祥的那只熊，那是油箱，是油箱，是油箱，油箱滑掉，好开心啊、哦！前面可以放一笔钱。钱油箱倒过里面香油钱，哎呦，哇，香油钱，哇哇，香啊，香啊，哎呀，碎啊，然后放喽，放啥？啊、香油钱，香油钱啊。好、哦，对呀，我其实应该要冲神棍哦。神棍、哦，你自己都知道啊、哦，直接叫神棍就不是了吧？你先自己讲喽。没事没事，我好了，我要喝啊！哎、欸，那个帕口看一下喽，帕口、啊、你是私讯哪个？我没看到，我要从门口慢慢进去看吗？好啊、嗯。我后来发现一件事情、欸，旁边居然只有阿旺、欸，另一边完全没人呢、欸。哦，哎、欸，对耶，那边空的不知道是。他老空一个哎、欸。对啊，我家对面空的。哭哭，没有人要给我旁边。对我放十个洞哎、欸，对。对啊，没关系啦，多一个洞，多一个洞，洞洞洞。那这里可以到时候设置一个小公园什么的啊，厕所啊，垃圾桶啊，不然还是那边我并进来啊。哎，不是要并进来？哎，不是还没盖那个吗？有一个什么东西最好吗？叫停车场。啊、不是那个吗？那个一那什么保健室不是还没盖？保健室有这也行啊、哦。对啊，好像可以。一堆白色的床，然后就给他们睡觉啦，对不对？就不在社办公室吵架了。是我身体不舒服的。哦，粉砖哦，可以。啊，那就先来介绍这个，这个是我们的校长室。校长室，啊，里面这边有贩卖一些，就是有一个阿姨在卖东西啦，嘿，可以去这个。变态啦！啊，如果你没有什么想要投递什么意见的话，这边有那个意见调查箱在角落这边。啊，校长也椅子是没有丢那个、啊。校长他椅子还在送修，他的比较贵，他可能。Oh, 校长，我可以卖你哦。高级啊。好的。这个大概是这样子。这个箱子吗？啊，没有，在这边角落，这边这个意见调查箱。哦，在这。哦。然后这个是那这个是什么？校长零用钱吗？还是怎样？校长私房钱，私房钱。学生私房钱，私房钱。这个是不是有一些问题学生？然后呢，但他还想继续读，然后他就给钱给你。哦。校长收贿。下一间。
然后这间是游戏社，但是还想不到能放什么进来，只有一台 Switch 跟液晶荧幕。哦，这 Switch 好可爱哦，哦，高级耶，好酷哦。啊，他们可以荡秋千，哎、欸，小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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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哎、欸，荡秋千、欸欸，下面有人在玩健身环，要小心上面的东西，要跳下来压到。还是个钉，这个蛮酷的呀。可以这样啊，好，下一间，下一间啊，有吗？幼儿园，幼儿园，绘图社，里面是。绘图画画的地方，还有这个都是画好的图，然后都是给你洗用具的哦，水彩笔、椅子都可以做呢。对啊，哇，哎、欸，你怎么在拉水啊？水是怎样？那你在洗水桶啊？洗笔，洗笔，对，洗笔的。这个门，哎，你这门可以放一下吗？很吵哎、欸，很吵哎、欸，门这样不行哦。大门小门，那欢迎云月这边吗？哎，我这边是狩猎福利社，专门卖一些狩猎来的一些书本啊、卷轴啊之类的。哇、wow. oh.。Fantastic, 偷看里面，哎、欸，里面是仓库哎，哎，你要贴个非工作人员呐、啊，没有贴，啊，啊，再见，开会，小雨，我这是那个。日本文化研究社兼 KTV， 哎呀，我也好多人哦，KTV， 哦，有哎、欸，有抱枕。对啊，不能做，最近还在那个，就是还在施工中，对对对。因为刚那个突然屋檐超出去，我们那个被违建墙拆，所以我还要用两脚拆。哈哈哈哈哈！全部拆掉，再重盖了。哈哈哈哈哈！这个 KTV 感觉这个隔音看起来，嗯，有点不还在施工中嘛，施工中是的，这么大间就这个包厢是要吵谁啦？吵不过别人啦，可以的，隔壁的吧，这间可以啦，没事没事。啊、下一间，原来如此，我该走边了。你的门口，你的铁匠铺怎么是反光的？反的，他想说，哎、欸，路在这里，那我就往这边开。你没有想那么多。哦，有趣，你真的太有趣了，你真的太有趣了，我与众不同啊！不要踩岩浆啦，那是我电视电视用的岩浆啊！来来来，这里有水，这里有水啊！啊，水被拉走了，旁边有水，铁匠不抽回来了，没事没事没事，他没事啊，这个水煮了不起来了。然后就铁匠铺的外观，然后外面有一些铁针啊，然后要降温的水嘛，然后锻造台跟工作台，那、啊、里面的话就看起来很窄了，就仓库嘛，对不对？对对啊，里面搞不好之后会放一些商人在里面，那、啊、你提前做好的装备。偷问一下，为什么这边会有一块鹅卵石？哦，那是烟抽。哦，那是烟抽。耶，我看到了。哦，对。很可爱、欸，下一间点将布，好，这个违建，这两个违建，这两个违建，这是我的包包，这是我的包包啦，我的包包哦，哎、欸，这个遮雨棚要收起来了，违建，哎、欸，谁要出征来了？出征了，那个出征哦，有要求哦，出来了，这雨棚超出来了，而且你的地板被缠起来了、欸。对啊，回去不回去不回去，被动哥会先被设定为眼中钉哦，那种很危险哦，稍微超出来一点。对啦，这就是团团社啦，啊，团团社是什么呢？就是任何就是哎、欸、建筑啊或者什么相关的委托哈，都可以来找我啦啊，但是要谈好价钱。哦十二社，哇，团社，我配的这个社斜杠社吗？哎、欸，对啦，差不多啦。啊，一楼这边的话就是我的就是办公区，就是你们可以进来住、嗯。然后呢，这边呢就是到时候我应该会放个我们的高校的地图在上面。
啊，你这个水饺手也可以。对对对，哦、然后这个哦，你二楼这边会有一个小小吊灯啊，就是一个小小的休息的空间。然后呢，会不会撞到头吗？这会不会撞到？你可能会撞到哦，可能会撞到哦。就跟咖啡厅的设计差不多哎、欸。撞到要赔哦，撞到要赔哦。然后到这边，这边就可以撞到了。这边就是一个透气小阳台，就这样。哦，你这个小阳台有点危险、欸、会穿出去。所以是大人限定的地方嘛，对不对？危险危险，大人限定。那你的色真的没有错，你的色真的是怪怪的，把那色了。你是不是伪装啊？没有，我知道标题怎么下了。有别的营业呢？看一下有没有地下室快。麻将，这是我的，之前那个、啊、麻将是搬地方了，搬地方了。哦，搬地方了，搬地方了。能做吗？好像不能做。麻将桌不能不能，没有，现在经费不够，椅子还不够。接下来没有椅子不够，经费不够。哎、欸，很有感觉。开四桌哎，天哪、啊！哇，这太巨赌了哎，开超多桌的、啊，我全校在这打都可以了呢。可以打四桌三人嘛？三桌。有桶哎、欸。哎，有桶。这边就是新闻社啊，啊，因为我都忘记这一栋了。你都给他投稿而已哈、哦，所以没有什么东西。投稿还要上去，好烦哦。你新闻社是不是有可以降落的平台啊？哎、欸，对啊，降落平台。我刚刚已经在那边来回好几次，我直接从我家飞过来。好，直接至少可以飞进来。这我觉得你可以楼梯可以拆的，我觉得可以拆的。楼梯可以拆，不行啊，油桶浮在空中是不是？你可以盖四个角的油桶啊。哎、欸，你这个就很像那个啊，《哈利波特、那个鹰，那个猫头鹰，鹦鹉啊，猫头鹰的窝，猫头鹰出去，对啊，出去这样，好哦、真的很像哎、欸，对啊，飞出来，丢啊！那我们要去哪边？最后开奖了，开奖喽！开奖喽！到底会不会中呢？会不会中呢？今天鹿死谁手啊？哦，你好期待哦！没有啦，他说我轻轻松松啊，我又中了！哎呀，这样又是发啊？没有吧？我也是认的，打仗了！哎呀！21号从刚开始到养到现在，终于中一次啦！中奖啦！团里面叛徒了！耶、yeah! ！叛徒！你这个叛徒！耶！没有中的成员减一，少一个，单飞了！等一下哦，同伴负一，好，中错了。A、B、C、C， 我们现在是总共九个人，是不是？加我的话，一二三。你第一次中哎，你第一次中哎，我说你难得中，你难得中呢、欸，没有哎，分个这样啊，这样刚刚好一人半组好不好？是我们人分的不多啦，哇，哎哇，每人多两颗，是的，这样怎么等于说这一次免费抽奖，而且还多两颗，多两颗，对啊，你看我对你们多好，哇，好人一生平安，好。我会下次继续让我中，我会去多委托你的。是这样吗？哎，我来了，我来了。好、哦，来了，肖颖还没拿吗？这边，来、哎、来。哇，真的，好人一生平安。吃泡面有调味包，上厕所有卫生纸。哈哈，吗？哎，那我要改。吃泡面有卫生纸。嗯，我旁边有卫生纸，那不对，擦嘴巴，对，那擦嘴的，擦嘴的，擦嘴巴，那不对，那不对，擦嘴巴，我改一下上面那个、哦，标题哦，不是啦，改一下标题，告诉牌，好哦、标题成人限定，大人限定，团社哦，团社，他在上面发那个广告传单有没有？记得来委托我、哦。四个大字团团字，然后就可以中那个中乐透。抓好一。啊，这标题如果把成人限定，会不会观看变多啊？有新三色的关系吗？直接黄标、嗯，你可以打17+。你要贴一个那个符号，就是那个18，然后被禁掉的那个符号。哎呦，会耶！你们都超会。那我觉得可以把。招会的那几段剪进去，今日限定，
你知道会讲了什么？忘记了。哎、欸，荧光墨囊为什么没办法用在告示牌上、啊？按右键啊，你先打好字啊，在右键它。你在上面是？可是我变成生存者、啊，你变创造，那创造，那没关系，就放着吧。对啊，就晚一点再弄吧。好吧，我下去了。吼吼吼吼！我们期待我们这一今年能够中啦啊、哦！我们先冲，我先把那个群组那个未中奖设的先把那个统计掉。群组少一个人了，减一，减一。好啦，今天就到这边啦，感谢大家。等一下，我把椅子坐掉了。你不要再这样离线哦。我赶快上线。好了，今天感觉没空过一阵了，那就这样啦。应该你们也不希望我继续开下去吧？而且今天有到快900人呢，感谢你们来收看，也感谢来挂台。前面发呆一下下，是因为今天光遇有一个小王子最后任务，所以刚刚在跑。哎、欸、啊，没想到就是有赶上啊，只是有点迟到一点点。这样啦，感谢各位。那这几天没有影片也对不起，因为一直在休息啦，一直在睡，然后起来就头就很晕。我觉得那个药就真的是一直叫我去睡觉的药。好了，就这样啊。啊，脸的话，我就是去找那个你们说的那个美妆胶带哦，还是叫什么美容胶带？嗯，就这样啦。感谢各位关心，也感谢来收看啦。我本来想说诺英会开台，结果他好像在休息，所以没有地方。哎、欸，我看有谁地方可以带，你们都就陪我去吧。我看一下哈，麻子没开，麻子现在没开。阿姨现在有三个人开，一个咪姆，一个料理，一个冰恋，可是。三个开台的风格不太一样，两个打 A 配吧，然后一个玩恐怖游戏，还有谁？你们要去看阿静呢，还是优奈？就优奈就是啊，我带你去看优奈台，然后那我们今天去优奈台吧。走走走，优奈台。其实优奈也做很久了，没有小光，小光不需要小光，小光，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帮一些人曝光，拉人气起来，这样。像优奈就是那个啊，菜渣运动会，那个钻石口袋运动会的那个标枪，我们蓝帮的压那个标枪压走。对，就这个。好啦，我们就到这边来吧。感谢各位啦，那我们关台咯，拜拜拜拜拜拜，可以去打个卡再离开也可以，让他开心一下。好啦，就这样啦，拜拜拜拜。蓝蓝，你有要开还是你要开？好啦，电风扇拜拜，麻子拜拜，感谢啦。好，讲最后一次了，感谢拜拜。